啊？什么？我在这发现了好多恐龙蛋啊！哎，这不仅只有恐龙蛋啊，谁把它放在这里了？我不知道。这边没有人啊。咱们来看一下。嗯。这个，哎，这个好像是独角兽的蛋。嗯。你那一个是？骷髅头蛋。骷髅头蛋，然后这一个是？哎，这一个啊。恐龙蛋。这一个才是恐龙蛋。那这个眼睛？哎，你试一下，按一下。哎。还有这一个呢？这个是红色的独角蛋。然后蓝色独角蛋是吧？嗯，这四个你想猜哪一个？咱们给它猜一下。两个。那你试一下，来猜一下。啊，不行。一个一个猜。啊，哇，小狗狗。来，拿过来，拿过来看一下。你看，小狗狗。这是独角兽是吧？嗯。还有一个呢。小狗。哇，一只真正的独角兽。来试一下，来两个比对比一下。就是这么的好看。你最喜欢哪一个啊？两个都喜欢。